上半年的疫情，下半年的水啊，你看一下子高铁后面停车场，接着这个推走了，我的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吹晒吹晒，清淡尊尊工作，吹晒吹晒吹晒，干了本，干了本。水不分的，水不分的，真香呗！看到那叫视频。怎么办呢？有人流哦，流下去没有？这里嘛，等于是那个位置，现在江浙还有一坨坨土，这会儿已经开始一点点湿滑了。其实下去的话，就怕那个现在水的主要部分是在河道里头走的，离我们还有那么多，看看能撑好久。
听得到吗？